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开罗国际机场，让我们开始访问埃及文化古迹之旅吧。 这里我们将看到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。目前我们正在探访开罗和吉萨古迹的路上。埃及地理位置很有特色，它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非洲国家，面积120万平方公里。埃及大部分国土位于北非，另外，埃及亚洲部分的西奈半岛是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埃及北临欧洲，北边有世界上著名的地中海，东边有红海、苏伊士运河贯穿两海，是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主要水道。与此同时，发源于维多利亚岛的尼罗河绵延6400公里，最后汇入地中海。埃及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，四季温度适宜，常年阳光普照。大约有1500万人口的拥挤的开罗。2000年时，埃及大约有6500万人口，每27秒钟就有一个婴儿出生。 在远古时代，埃及尼罗河谷地区就有古埃及人生息，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文明。史前时代是漫长的森林时代，大概约公元前6万年到公元前1万年，史称旧石器时代。之后的两个时代是中石器时代。 约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5000年，以及新石器时代，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100年。在新石器时代期间，人类早期的文明开始萌芽并传播，他们记录其思想以及一些事情。从那时起，人类文明因这些石刻、砖刻和陶瓷的记录而得以顺利传播。文献证明，古埃及人的活动仅仅局限在埃及地区，因为当时交通不便，缺少联系方式。毫无疑问，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生始于古埃及人创造并应用其象形文字，大概是在公元前4000年末期。由此，他们能够表达自身的情感，并记录他们身边的一些思想。现在矗立在我面前的是看守哈弗拉国王特殊古地神庙的狮身人面像。狮身人面像是新王国时期被冠以赫勒的姐妹神的太阳神的象征。该单词在象形文字中的意思是天地的守护神。狮身人面像是牧群的守护者。现在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。据古埃及神话记载，狮子是忠诚的守卫。当时他对法老说：“我来看守您的陵墓，避免遭受盗墓贼的侵扰。”现在我们正参观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，这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，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中仅存的奇迹。所以，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参观吉萨的金字塔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座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——胡夫金字塔。胡夫是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法老，他执政23年，在其执政期间，他完成金字塔建造，他希望在此安息，并在来世顺利复活。古王国时期的国王陵墓，其建筑风格独特，与国王谷及上埃及其他地方的陵墓有很大的区别。金字塔一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不解之谜，其建筑艺术令人叹为观止。在当时缺少建筑工具、工程技术水平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，取得如此的成绩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杰作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卡拉金字塔，这座金字塔的建筑规模要比吉萨的金字塔小很多，因为它陵墓的规格不能超越其先辈的金字塔的规模。这位法老在位18年，以公正著称，因为和他的父亲及其他先辈相比，他授予人民更多以前得不到的权利。这样，祖斯尔国王跟他的前辈一样，在这里建造自己的阶梯金字塔。建筑金字塔的做法就这样世代延续，其建筑风格也不断的变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撒卡拉金字塔也被称为阶梯金字塔，其东西长121米，南北长109米，高59.64米。这里的金字塔与其他的金字塔接近，但建筑师祖斯里匠心独特，特意设计了这种阶梯样式，以服务当时举行庆典和宗教仪式的特殊需要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参观到一些稀有的壁画，这些壁画均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家创作，具有很高的造诣。这些壁画记录了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，同时这里还有当时一些王公贵族及大人物的坟墓。稀奇的是，这里的壁画上各种鱼类在下面，而各种走兽在上面，还有一些屠宰的情形。这里是一些如何捕鱼的场景。同时，还有一些猎人用捕捉到的猎物祭祀的场景。这块牌子上记录着如何猎捕一些可食用的动物的方法。这堵墙是记载了当时一些大臣的情况和他们不同的日常生活的情况。古埃及人认为每个坟墓都有一个门，以便灵魂自由出入。同时，在这个门上写上墓主的名字和称谓及其家属的名字和称谓。同时，习惯在门上写怎样给众神提供献牲。这些壁画记录了当时社会一些平民的生活场景，如捕鱼、耕种、屠宰和放牧等场景。 这里坟墓的墙壁上画一些深洞，以及屠宰牛的场景。这里是屠宰牺牲的场景，不久这些牺牲将被献给神。这些壁画中还记录了古埃及人耕种的情景，因为农耕一直是古埃及人的主要生存方式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当时的少女虔诚献身的情景。 这里部分壁画清楚地记录了如何储存肉，并保存在华美的陶瓷器皿中的情景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群狩猎者。 这里的陵墓之所以被称为阶梯金字塔，是因为其特殊的造型，层层递进，错落有致，威武壮观。在坟墓建筑的底部有许多石头，是用来埋葬男人及其家属的。他们坚信能够在复活后再次相见。在萨卡拉金字塔有很多著名的陵墓，其中最有名的是提、白塔哈侯提布、卡吉姆尼、卡哈伊等。 在这个陵墓中，我们看到一个古王国时期第5王朝法老奥纳斯的棺木。在这个坟墓的墙上书写有在埃及非常有名的宗教诗文，是关于古王朝时期第5王朝法老奥纳斯的内容，其中有描述宗教仪式的场景，并说明魔术诗文的法力无边，可以保护法老免遭不测。 现在我们要离开流连已久的萨卡拉金字塔，前往古埃及的首都孟菲斯参观。现在我们到达古埃及的首都孟菲斯。 我们看到的这座狮身人面像是于1912年出土的，同时还有第18王朝执政者的塑像，它是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雕刻而成，完工后安放在白塔哈神庙的入口处。我们将一直在古埃及的首都孟菲斯参观，之后我们在白塔哈神庙会看到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，它是由一块大理石雕刻而成。我们将看到根据古代建筑的神庙而建造的仿建模型神庙。我们看到这座神庙有一条甬道，直达海克法老神庙入口的巨门。这座巨门包括两个塔，以保护在其之间的主门。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装饰精美的织布机的模型。至于注释织布机传入埃及的历史，介于中王国和新王国期间的海克苏苏时期。在这里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古埃及人发明和制造齿草的过程，以及将其用于书写的情况。 事实上，史前和史后的明显分界线大约是在公元前3100年。埃及当时的法老是米娜。在埃及博物馆，我们会知道一块在博物馆里存放已久的以纳尔木尔牌命名的牌子。埃及第一位执政者。 始于第一王朝，当时处于人类认识书写的初期。第一个法老笃信宗教，他首先树立了尼罗河民族的伟大尊贵。在埃及博物馆第一王朝展厅内，我们看到一组为第4和第5王朝服务的进行家庭工作的塑像。这是拉阿与他妻子的塑像，充分表现出古王国时期的美妙艺术。制造者把两个塑像的样子做得和真人一样。 在这里，我们会看到的是古王国的艺术家很重视制造书记官的塑像。在古王国时期，书记官这一职位很有地位。这是中王国时期第11位国王门土哈台布2世。这是中王国时期一位手执牺牲准备献祭的女侍者。 当时的古埃及人因为捕鱼和在王国境内旅行的需要，十分重视制造运载工具。尼罗河是当时唯一的旅行通道。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人确实特别重视不同领域的工作，到王国末期一直如故，如农业、建筑、艺术、纺织、音乐、舞蹈等。 这是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铜器。古埃及人特别喜欢音乐，热爱艺术，他们制造了一些乐器，并在适合的场合使用。这是阿蒙和泰普三世的儿子伊和那顿国王。众所周知，伊和那顿雕塑十分有名，因为他主张返璞归真，讲究自然美，反对任何人为的装饰，而应该保持原貌。因此，我们看到的伊和那顿雕像与其本人相仿，没有任何胶饰的痕迹。 这是伊和那顿的妻子纳法尔提提，她以美貌著称。我们知道纳法尔提提是象形文字，意为“美女来了”。这是伊和那顿儿时的雕像。这是伊和那顿崇拜太阳的雕像，在他前面是他的妻子和孩子。在这里，我们要说明的是，伊和那顿并不是崇拜太阳本身，而是崇拜从太阳散发出来的耀眼光芒。那么，大地上的万物都能够感觉到阳光。他认为人和动物死后能够轮回转生，就像植物和水一样。 我们可以通过伊和那顿著名的诗歌来认识他的思想和主张。这首伊和那顿诗歌雕刻在其陵墓的墙上。诗歌的大意是：你的美丽照耀天地，永活的阿顿神。你是创造生命者。当你照耀东方的山峦时，你的美丽和爱充满世间。当你日落归西后，大地漆黑，犹如死去。独一的神啊，你绝无配偶，宇宙的执掌者。 永久的主啊，你亲手创造了世界，按照你的意愿创造了人类。你是白天的太阳，伟大的主宰啊！当你照亮大地时，人们得以生活；当你西落后，他们全部死去。你是永活的主，人类不能做到。你在我的